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，予咱个机会来三甲敬拜咱的上帝。咱即时咱用几分钟时间，就只来祈祷。咱特别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哦，求主底下来陪伴咱的心啊！求恁也是为着感恩来祈祷，愿上帝予我有一款的口才，通将上帝话语底下来真正会清楚。甲大家来分享，咱即时咱用这时间来三甲来安静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阁有予阮自由，阁一段时间伫遮来三甲来听主的话语，求你圣灵伫遮来帮助阮明白主的话，予阮发通唔单啊听，予阮也是发通去行。阮即时阮将阮家己交托托你，求你赐阮一个顺服谦卑的心伫你面前，求你圣灵伫遮来帮助阮最感动的工作。阮将以下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手中，阮安尼求是奉耶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
真欢喜，咱阁有机会、有自由伫遮来三甲敬拜咱的上帝。啊，感谢上帝，予咱即阵的情形特别肃穆，已经有真正的进步，甚至咱的新市长已经讲，咱无需要阁到即个桥道，哦，特别伫外口是看咱，总是呢，咱也是依然着真正的小心，哦，咱无法通安尼轻彩，总是呢，感谢上帝，予咱。特别这自由，通来听主的话，咱有自由通听来传福音，这是非常诶大诶恩典。哦，所以咱毋茫讲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抓着这机会，通来将咱所信诶这位主耶稣，通来分乎咱诶朋友、咱诶亲人，特别咱诶家庭，来也阁无真正诶，也阁未认捌主。咱特别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，啊，趁机会，哦，啊，抓着机会，底下来传福音给因。无管是借着咱的行为、咱的生活的见证，还是咱有机会，因有问咱，咱会晓要怎样来传福音给因。咱今仔早起，咱今仔日，咱特别要阁讨论一个题目，哦，就是顺服。的教训啊，顺服的教训，这经文只有真正第一个就是记载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圣经安尼讲，耶稣讲，老母，伫原文来讲是妇女吼，我甲你有啥物？上间，我的时阵也阁未到。伊个老母对佣人讲：“伊甲恁讲啥物，恁就做啥物。”哦，这个是玛利亚，就是耶稣的老母对跩仆人底下来讲。我看咱那有捌读到约翰福音吼，特别知影讲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信列哦。头一个圣约就是伫第二章，哦，就是这个伫这个情形内面。伊个背景就是迄时，玛利亚啊，真正可能是讲有底下结婚啊，宴席啊，就是请耶稣甲伊个门徒去赴，哦，所以应该是甲因有亲。玛利亚甚至底下咧斗三阵。哦，就是这个耶稣的老母哈，就是世界的老母，所以玛利亚底下在发觉讲酒已经用了咯，哦，所以伊就是去找耶稣，就是讲跩话，哦，所以甲耶稣讲什么啊？当然玛利亚也无叫耶稣做什么哈。总是呢，玛利亚底下甲耶稣报告讲，因的酒已经了咯，啊，所以耶稣伫遮的反应是，有时咱会感觉讲，耶稣的反应，咱亲像真正无尊敬的反应。总是呢，咱若看这个妇女讲吼，伫咱汉文圣经，因已经改翻译做老母咯，讲吼母亲讲吼了。正正伫原文内面，哦，就是妇女，哦，妇女 ，woman， 啊，啊，伫伫耶稣的点睛，希腊文啊，这个希腊文吼，跩希腊人，你呐对这个妇女啊，对这个女人听讲妇女啊，这个是有格，这个真正有尊敬的称呼。哦，唔是迄款甲即阵上个吼，真正有尊敬诶称呼。哦，所以耶稣安尼对因老母讲吼，是唔是讲不透？哦，是迄时伊有即款诶讲法，还是做法个吼？总是呢，底下互人看起讲，伊无叫因老母妈妈个吼。所以，伊即阵已经有互因老母知影，讲伊已经大人咯，哦，所以伊有伊家己的讲主意，
所以啊，玛利亚本身也是知影耶稣是谁啦，不但也是伊的囝吼，甚至伊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在这个点钟，真可能吼，就是在改建伊的背景安尼，也是在伊的人家讲历史讲吼，讲迄时真可能约瑟已经无伫咧，已经革命了。所以呢，因玛利亚就是耶稣伊洗脚的老母，真想底下诶叫耶稣底下甲伊斗三战，甲伊找办法。哦，咱也知影讲迄个点钟，这个女人伊无法通来食头路，所以就靠伊的囝，那因也已经是寡妇，伊就靠伊的囝底下来通生活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欠差咱唔在意迄个背景个吼，所以真可能改建家底下讲，可能是因老母吼已经真想底下叫耶稣吼，找耶稣来斗三战安尼啦。所以即阵玛利亚找耶稣是唔是讲真迄个奇怪个代志，所以这是平常哦，所以。既然这个结婚的人吼是因家己的亲人，所以真可能吼，因就是回请去回请过，所以老母也是玛利亚也是底下推因这个亲人底下挂意，酒已经无了，哦，所以底因这个酒是重要，因为这个是咧请人客。好，所以你若过读落去，你也知影讲耶稣过做啥物。所以总是呢，予咱较艰苦，予咱较奇怪个好事。耶稣怎样底下来因老母哦，伊讲我甲你有啥物伊讲有啥物会相干？我的时间或是我的时阵也过未到。哦，所以伫遮。耶稣更加予因予玛利亚因老母知影吼，迄个分别讲，我即阵吼就是着照上帝诶点睛底下来做，无过属伫你诶官诶面哦，这个就是有一款诶代。我玛利亚知影，玛利亚知影这项代志哦，伊知影耶稣是上帝，是上帝诶囝。哦，所以伊也是底下来顺服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咱来底下来看到底，咱对玛利亚这款的反应有法通学习什么一挂的功课，哦，所以咱来看头一项，哦，玛利亚吼，玛利亚甲跩工人，哦，跩仆人。有完全的顺服，伊讲什么？伊甲你讲什么？哦，伊无论甲你讲什么 ，whatever he tells you， 哦，所以这个是完全，无个无什么问问题，哦，伊甲你讲什么？亲像刚才咱也是这个真正咱人吼，中国人家庭里面，哦，最老爸是最后决定个吼，老爸那讲什么就是安尼咯，哦，这个是普通诶这个中国人家庭里面，哦，那是教室，咱最老爸，哦，也是有迄个责任，所以你安尼既然是你决定，最后诶决定，所以你也是要负责，哦，这个就是。平常是安尼啊，哦，所以跩工人连玛利亚有一款完全的顺服，完全顺服，哦，所以伊玛利亚交代跩工人讲什么啊？你伊甲你讲什么？哦，无伊甲你讲，无论什么，你就去做，哦，所以无什么犹豫。无什么的提示，这是安尼，哦，所以玛利亚交代，
就是讲，唔通提示伊甲你讲啥物，恁着去做，唔通过问问题。好，是是安尼，所以一款完全的顺服。恁若讲到完全的顺服，这个是有时咱会也艰苦，哦，因为经常咱会感觉上帝要叫咱做的代志有。啊，有时也是真相，甲咱爱要去做会相反呐，哎，无相，啊，会无相，所以咱若要讲到完全的顺服，就是这是头一步，就是上帝讲什么，我去做，无过第二句，这个就是安尼，是一款完全的顺服。用，干那咱有法通完全的顺服。因为咱知影主要予咱去做是最好的，耶稣知影什么是最好的，为着咱，所以咱知影咱的上帝是疼咱，所以伊要叫咱做代志，毋是要毋是要陷害咱，毋是要爱予咱拄着歹代志，毋是要为着咱会摆艰苦，毋是。甚至伊予咱即阵去做，有时咱真相咱袂明白啦，干那着安尼，总是呢，咱也照去做，完全会顺服上帝的话，到尾你会知影，你会看起迄个结果是怎样。哦，所以咱着有一款完全的顺服，亲像耶稣相款讲，爸啊，若有法将这杯摕走，总是。不是我的旨意，乃是你的旨意完成。哦，这是咱这款的态度，咱就按呢款。第二点，哦，头一个是讲完全的顺服，第二是个人的顺服，个人的顺服。玛利亚甲跩工人讲什么啊？还是跩仆人讲什么啊？伊甲恁讲什么？恁啊？唔是别人啦，哦，你唔是对别人听去，是恁啊，是你啊，是咱啊，哦，是个人呢。所以圣经是要爱要好，大家人来读，总是真奇妙。因为咱虽然读圣经几落拜个吼，总是呢每一拜读嘅时阵，咱个有法通得到新的新的。灵感、新的知识、新的知影，真奇妙。哦，咱唔是讲比别人较好吼，所以咱也是有不读圣经几落拜了啦。哦，甚至我已经有写一挂笔记，也是对外圣经顶过咱无一款电脑的圣经过。顶摆我有一本圣经。哦，是伫英文，是迄、那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， 所以我真侪字我袂晓读，对小学开始啊，所以我每摆读着迄章的时阵，我会甲伊拗讲哈，讲意思说我已经读掉了，规本读掉，搁再挖起去读，所以第二摆读的时阵，我看起我已经有顶摆已经有拗，意思说我已经读着一摆了，所以即阵我搁再用别个方法。兼差为考啊，还是啥物吼？伫迄个迄节迄章的顶面，可以知影讲我已经第二摆，即阵第二摆来读，是安尼，落去是安尼。啊，真相就是一年来也是过一年，规本圣经会读掉。不过我真侪物件我袂明白啦，总是呢，不要紧，迄款的习惯。继续以下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总是真奇妙。我已经一摆读到，甚至我已经有计画个吼 ，underline 个吼，计画咧。意思说，迄时我已经有得到个。总是呢，一摆个读嘅时，佫再有一款新嘅感动，新嘅。灵感新的知识对上帝对圣灵来的知识，因为讲啊，咱每摆读嘅时阵，咱嘅情形
无同，咱的环境无同，就是迄个。所以你看见讲上帝话是活泼的讲，上帝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是活泼的。所以你若讲这个人活人，伊袂定定踮伫一个所在啦，伊会行来行去，会去别只去落落，做一项做一项，因为活的啊。所以上帝话讲吼。当然是上帝的话语是有一个，只有一个解释过吼，啊，只有一个意思。总是呢，伊有真多方面会通帮助咱，啊，伊真多方面的感动，无上无上的点睛，上迄句上迄个迄节，伊对咱的感动无上，真奇妙，真奇妙。了。咱躺伫遐来顺服、来听、来去做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是完全的，永远袂唔对的。所以咱别人，咱这个唔是对别人来听着，是咱个人伫遐来读着。咱对别人听着的见证，哦，也是亲像即阵你来听我讲道，有好啦，哦，总是。更加好呢，是什么？咱个人，咱个人下来读主的话语，因为上帝话到今仔日也阁是活泼的。哦，到今仔日上帝也阁咧向咱讲话，写着伊的话语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基督徒，你若即阵也阁无即款的习惯，下来逐日下来读主的话。来读圣经，我会鼓励恁，请恁伫遐来安排几分钟的时间，现在对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、三十分钟伫遐开始，就有即款的习惯，你再看，到一个时间，上帝伫你的心上有法通做啥物？真实的，哦，上帝话是完全，是无下，是无唔对的，是上帝话是活泼的，是上帝所蔑视的，伊永远无改变，这是上帝话句，所以是一款的个人的代志，所以玛利亚交代在仆人讲什么，伊无论甲恁讲什么。无论什么，甲恁讲，哦，是个人，是咱，唔是别人，你唔是讲对别人来听着，听别人好，总是呢，迄个是伊个，迄个是伊个经验，迄个是伊个见证，迄个是伊甲上帝诶代志，总是你呢，怎样？上帝向你讲什么？怎样？因为你个情形。甲伊甲别人已经无相，所以你会看见讲上帝实在安尼遐奇妙。到今仔日，上帝也阁有咧做，有咧行神迹，真实的。你会看见讲上帝话实在真奇妙，真正为伟大。哦，所以咱就好好伫遐个人会听上帝话。是个人的，唔是对别人来听到的，是咱本人底下来读书的话，你会看见迄个无常的所在，哦。所以咱即阵就是爱鼓励咱大家，咱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就是咱的灵修的时间，底下来读书的话，甲主底下来沟通。对，你头头特别咱是做新鲜来新主的人吼。咱袂晓，对，袂晓，总是即种真侪物件通帮助咱，哦，圣经本身，哦，圣经是写起来个吼，伫迄时哈，旧约甲新约是用因迄时的普遍的话，就是日用的这款的言语来写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意思讲上帝。爱伊的话语，予逐个人来读啊！
唔单啊怀有学问的啦，甚至真简单的人有法通明白，是一款。所以上帝话吼，目的是讲爱要互逐个人来读，啊，所以咱唔忙，咱着记咧，上帝话爱一款有个人的关系，就是爱咱才有法通个人的顺服。因为只有你，只有上帝知影你嘅真实嘅情形，只有上帝知影明白你嘅感情，别人未明白。有时咱嘛唔敢甲别人讲，哦，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，真正个人嘅问题，真正一关嘅代志，你嘛无要甲人凊彩人来讲，哦，个上帝知影。所以咱啊，读主嘅话嘅时，上帝向咱讲话，最后有有用有容易的顺服。那就你接纳底下事来做，啊，唔是讲那有利便，啊，那有办法，那到时亲像讲。人来招你来聚会，人来招你来去查经，哦，祈祷会咯，安尼，你讲啊，会做啊，我若有时间，我若有时间，这真普遍的款的回答吧。咱招你安尼，等我若较有闲，啊，我即阵真无闲，有影吧？诚实有影吧？你无闲，干那你有法通做别项？跟啊，来赴会，来参加查经，还是来参加祈祷？你无迄个时间，真奇怪哦！我别项代志你有时间，总是那甲主来三甲交通，你无迄个时间。所以唔忙讲咱底下来特别来提醒咱家己讲吼，所以是一款容易，意思说。超工诚实要去做，哦，所以伫遮吼，伊甲你讲啥物，哦，你就做啥物。玛利亚安尼交代在仆人讲，伊甲你讲啥物，你就是做啥物，无加无减。哦，所以你若阁读落去个时，耶稣伫遐叫在仆人做啥物呢？哦，你也知影了，讲就是耶稣对遐。河水变酒，迄个成立，哦，所以咱也诚实底下会容易，会挑工诚实要顺摊主，成立会发生伫你个心情，诚实的，唔知咱有捌恩望讲，我你有法通经验即款上帝的心力嘛，我唔知吼。当然，咱无法通叫上帝着怎样着做啥物，亲像玛利亚，伊无叫耶稣着做啥物，只有听报告和耶稣迄个问题是啥物。所以，上咱也是法通安尼来做。咱甲主来讲，主啊，我即阵我即款的问题，我交乎你。我完全要顺服你的话，所以上帝叫咱要做什么，这就是他的话语，叫你要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有时候咱会感觉说真无理由嘛，总是呢，原谅我用我自己的经验，唔那一摆吼，上帝有叫我要按你做吼。我偷偷甲上帝底下来争执，讲上帝啊，也歹势呐！哦，我着阁去找迄个人吼，安尼阁甲伊道歉吼。上帝，我安尼吼，我甲主讲主啊，你砸我一拳，你和这个人叫我吼，迄个是伫银行啦，我伫 dealers 讲吼，你叫上迄位姊妹，迄个 dealer。叫我的好说，我去啊，
我要给道歉。真奇妙，真奇妙，因三个我的胸口啊，你要怎知影讲迄个人啊？迄个提勒大师是伊叫的，你袂知啊？总是上帝是万光灵的上帝，你知无？安尼遐简单的代志，讲总是上帝知影我的心，我已经立志，已经决定讲我要改道歉。总是上帝，你帮衬我，叫这个。人叫我的胸口，啥是的？啥是的？是迄个人、迄个姊妹、迄个弟兄叫我的胸口。这款吼真正小看，真正简单。总是呢，这是神力。伫我，伫人来看是无可能。总是呢，伫上帝搭空有办法，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要伫遐会容易，诚实超工要顺服，要去做上帝交代咱着做个代志。上帝有法通改变你，有法通予你经验伊个神力，伊个神迹。我毋知怎啊吼，总是你，这是你甲上帝个代志，所以咱着好好。用时间来读书的话，甲伊沟通，即着基督甲伊沟通。你会怎？你才会看见，讲伫你的心，上帝有法通伫你的心中做了什么伟大的代志？我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甘愿伫遐会完全会顺服上帝的话，啊，果然会顺服上帝的话，有容易的。顺服上帝的话，愿主帮助咱。咱若有安尼做，我相信上帝发通予你经验，伊会带领带领。主帮助咱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接到早起的这个话语，接到玛利亚这款的鼓励，祝福阮着照耶稣。照你的话，伫遐来做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予阮有法通完全的顺服，个人的顺服，阁有法通容易的顺服。主你听，知影阮的软弱，愿主你伫遐帮助阮的软弱，加添阮的信心，予阮有法通照主的话伫遐来做。好主的名得着荣耀，阮安尼求，是奉耶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